去试试那个滑梯吗？我觉得这个滑梯是专门为你而打造的。Anna， come here， Anna。一边唱着 Let It Go， 一边 Let It Go， Let It Go， 还有点高哎。哎，而且很陡呢。你要不要来滑？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太滑了，我怕我会杵到我自己。你不要腿伸太直，你稍微弯一点。你先滑。你先滑，快点，我恐高，快点，我也恐高。你不要推我啊！不会推你。哇，你是这种人，我推你。你离我远一点，身体不要向前倾啊。啊！别推我！你是不是有种坐在这儿然后就会特别可怕的感觉？我觉得你们这个滑梯做的真的看着很吓人。吓人吗？一点都不吓人，就是只有腿长才会觉得吓人。哎，好吓人，怎么这么高？预备备，等一下。再来，三二一，预备备，滑。哎，你下来的速度比我快哎。不对啊，重力加速度学过吗？我突然觉得自己还有学问了，我觉得我们好像该做菜了。老师，这个我们上一期是谁呀？那这个肯定，那这是谁？天哪，他们居然这。